先拍照好不好？来，请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帮我们今天晚上可爱多张艺兴公益活动的可爱的男朋友校长先拍几张帅气的照片。好，左边、中间、右边 ，OK 了吗？再一次掌声和尖叫，欢迎校长张艺兴。Hello， 校长你好，又见面了。Hey，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哇，怎么了？你们大家现在是还在沉浸当中，还没有回过神来吗？不是，我的粉丝比较低调。低调，今天不是说来了10万人吗？好，再次欢迎张艺兴。好，今天除了在我们这个现场呢，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也给他打声招呼好不好？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这次由可爱多为我们主办的粉丝见面会。是，欢迎欢迎。好了，刚才我们在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同学和你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班级，叫做一起爱嘛，对不对？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起爱是什么样的含义。就跟我一起爱嘛，没起一起爱谁呢？爱社会，是爱中国。没错，那今天呢，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可爱多给我们的一个见面会，更多的是在今天的这一个大的班级和活动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爱传出去嘛，对不对？是，今天呢，所有现场的各位同学呢和校长一起呢都有一个任务，接下来呢我们会完成一些挑战，每通过一堂课的考验呢，就能够为海星志愿的项目募集到20000元的善款了，好不好？在这里还是说一下，非常感谢可爱多啊！这一次，刚刚去看了那个学校什么的，真的可爱多也给出了，非常多非常好的这个帮助，然后还蛮感动的，所以非常感谢，谢谢可爱多，也谢谢你们。好，我们掌声谢谢可爱多，好不好？是的，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用爱包围到整个班级的活动当中，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挑战呢，除了有校长之外呢，还需要我们现场各位幸运的同学们配合我们一起来完成。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音乐课。知道，那我们今天说要上课了，除了有老师要上课之外，当然还需要同学上来一起上课了嘛，对不对？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从今天入场的幸运同学当中抽取出5位同学。